介绍第五章哈，第五章在讲 Second Law 哈。那 Second Law 呢，我们一开始呢就介绍一些现象，我们从这现象为出发点，这些现象是什么呢？我们发现这些现象呢，它不能 reversible 哈。什么叫不能 reversible？ 不是它不能回到原来的状态，而是说它不能不对环境留下痕迹，回到原来的状态。好，那从这里为出发点，我们导出来说，在能量的转换上有它的限制。哈，我的能量呢，如果从 mechanical energy 哈转换成 internal energy 哈，是可以 100%。但是我从 internal energy 转换成 mechanical energy 的时候，对不起哈，我需要有 device， 我需要有系统协助我，才做得到哈，才做得到。然后从这边呢，我们又推导往后推导呢，我们在想说 ，OK， 那如果我们要把 heat 转换成 work， 或者把 internal energy 转换成 mechanical energy 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外在的 device 来协助我们。那我们也同时也发现一件事情呢，它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就是我消失掉的 internal energy 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变成 mechanical energy 出现，但是反过来是的， mechanical energy 消失的时候，它可以百分之百的变成 internal energy 出现。那如果 internal energy 不能百分之百的变成 mechanical energy， 剩下能量去哪了？剩下能量变成废热， OK？剩下能量变成废热，还是 internal energy 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样设计一个这样的引擎的设计，这样的一个机械装置的时候，它的效率不会是百分之百。好，所以接下来问题就是，那如果不是百分之百，那请问一下，最好的效率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它跟什么参数有关？那如果我们要很有效的使用能源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怎么样来改善我的，怎么样来改善我的这个系统的一个设计？好，所以我们从这边一路往后推，哈，推到后面的时候，推到中间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做 entropy， 哈，有一个说法叫做 entropy， 哈。Second Law 有一个 entropy statement， 意思讲说，我任何 process 发生，我的 entropy 不可能被 destroyed， 意思讲说我 entropy 不可能消失，所以任何一个 spontaneous process 在发生的时候，它的 entropy 一定在增加，它的 entropy 一定在增加。那事实上，这 entropy 在增加的时候呢，它也就解释了，我的一个 process 是不是可以 reversible。OK， 可以想象哈，我一个 process 从 A 走到 B， 它的 entropy 一定要增加才可以发生，才会 spontaneous 的发生。那我要把 B 回到 A， 我要从 B 回到 A， 好， entropy 是一个 property， 它只跟它 state 有关。好，那从 B 回到 A 的时候，那我 entropy 一定会减少，那减少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除非环境有事情发生。OK， 好。所以我们推到这个，那当然在后来呢，我们再往后推呢，我们要找什么呢？我们要找一个 cycle， 好，一个 cycle， 它的 best performance， 好，一个 cycle， 它的 best performance。什么是 cycle？ 好，我们可以有 power cycle， 我们可以有这个 refrigeration cycle， 我们可以有 heat pump， 我们可以有 heat engine， 好，这些字是通的哈。Power cycle 等于 heat engine，refrigeration cycle 等于 heat pump。好，那针对 cycle 的时候呢，我们要找它的 best performance， 哈 ，best performance， 好。那针对 power cycle 呢，我们谈的是 efficiency； 针对 refrigeration cycle， 我们谈的是什么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好。我们要找它的，它的最大值，哈。所以在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来定义一下，我们从 cycle 来讲起，哈。那我 cycle 的 efficiency 等于什么呢？等于E减掉 QL over QH。 好，我们这个我的 cycle 的 efficiency 呢，就等于 QL 除上我们这边叫 QC 或者 Q hot 或者 cold 都可以哈。等于E减掉 QC 除以 QH 哈。这个是 definition 哈。这是 first law 的一个 efficiency 哈，为什么呢？因为我的 efficiency 的定义呢，基本上就是我 desired output divided by required input
好，那我的 work 呢是我要的，我的 QH 呢是我提供它的 resource。好，那因为我的能量必须是平衡的，所以我的 work 呢必须是等于这个 hard reservoir 还有 cold reservoir 之间的这个热传的差，哈，热传的差，因为我整个是 operate in a cycle， 哈，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式。好，那我们现在来说，那我 efficiency， 哈，我 efficiency。最大可以是多少啊 ？Efficiency 最大是可以是多少？所以我们基本上在探讨什么？在探讨这个 ratio。OK， 好，我们在探讨这个 ratio 啊，在探讨这个 ratio 跟我的 thermal reservoir 之间有些什么关系啊？跟我的 thermal reservoir 之间有些什么关系啊？那好，刚刚漏讲一件事情啊，当我要到 best performance 的时候，我所有的 process 都是 reversible， 好，所有的 process 都是 reversible， 意思讲说我可以 spontaneously 回到原来的状态，而不对环境留下任何的痕迹，好，所以你讲 irreversible 跟 reversible 的时候，一定要加这个条件，好，你可以回到原来的状态，而不对环境留下任何的痕迹，那个叫 reversible。如果会对环境留下痕迹的话，就叫 irreversible。OK， 那当我们要找 best performance 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 process 都是 idealized， 好，就有 best performance。那什么叫 idealized process？ 其中有一种叫做 reversible process。OK，reversible process。那我们可以去探讨一些 irreversibility， 就是会造成一个 process irreversible 的一些现象，譬如讲热传，譬如讲说这个 expansion， 哈，譬如讲说这个 friction， 哈，这些东西都是造成我 process 是 irreversible 的一个原因。那我要一个 process reversible 有几个条件，哈，里面呢必须没有 irreversibility， 哈，我的发生的现象里面没有 irreversibility， number one， 哈，所以不能有热传。好，不能有uncontrolled 的一个 expansion or compression， 好，不能有 friction， 好 ，etc， 好，有这些不能有这些东西。还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它是一个 quasi equilibrium state， 好，因为我 reversible 的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在任何的一个瞬间我都是 equilibrium， 好，那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瞬间，在我的系统里面，我这些重要的 thermodynamic 参数呢，它的 distribution 都是 uniform， 啊，就是随着空间是没有变化的。那这个叫做，这个我们叫做 equilibrium process。但是 equilibrium process conceptually 它不会有任何的变化，所以我们加一个字叫做 quasi equilibrium process， 近似，哈。好，所以我们在探讨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现在探讨的是所谓的 reversible process， 好 ，reversible process， 我们要找这个最大值，哈，我们要找这个最大值，也是 QC 除以 QH 的这个最小值是多少，哈。那我们前面各位上堂课时，我有一些推导给各位看到的，哈。如果说我这个是一个 reversible heat transfer， 好，那这个会等于什么呢？等于 TC 减掉 TH。好 ，TC 减掉 TH， 那所以我的 efficiency 呢？啊，我的 efficiency 呢就等于一减掉 TC 哈，除上 TH 哈，那这个是我的 maximum 哈，因为这你推导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叫做 Carnot Coloris 哈，它是什么东西呢？它有两个事情，一个它讲说我 irreversible cycle 的 efficiency 一定小于 reversible。这第一件事情，如果它大的话，会怎么样？会违反 KP statement。OK， 那再来另外一个 corollary 是说，我所有 reversible cycle 它的 efficiency 都一样。那这是指什么？那只要我是 reversible cycle， 跟我的不管我里面用什么工作流体哈，我用 air 还是用 water 哈，或者说不管它经过什么样的 process。好，不管经过它什么样的 process， 只要那个 process 是 reversible， OK， 它的 efficiency 都会一样，好，因为它的 efficiency 如果不一样，一样会违反 KP statement， 好，所以根据这两个东西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的 maximum efficiency 只跟什么有关？
只跟我的 thermal reservoir 的 characteristic 有关。好，那我们前面介绍 thermal reservoir 是讲说 thermal reservoir 只有一个参数来表达 thermal reservoir 的 status， 什么参数？温度。OK， 所以换句话讲，这样的 efficiency 它只跟温度有关，好，它只跟温度有关，所以经过一些很简单的推论，好，那它跟温度有关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正比，好，直接正比就是 TC 除上 TH， 好 ，TC 除上 TH， 而这个式子呢也提供给我们一个方式来作为这个作为温度科温度这个。温度表达的一个方式，作为温度一个 numerical value 表达的一个方式，所谓的 temperature scale， 所谓的 temperature scale。 好，那我们从里面推出来之后，我们说那我的这个最大的 efficiency 呢就等于1减掉 TC 除以 TH。 那这个叫什么呢？我们又叫做 Carnot cycle efficiency， 又叫 Carnot efficiency， 同样的名字，它也就是我一个 cycle maximum efficiency 是多少。所以先看这个数值，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说我的 cycle 的 performance 跟我的温度是有关的，跟我的温度是有关的。当我的 thermal reservoir 的温度不一样的时候，我能够达到最好的状态的数值是不一样的，跟我的温度是有关的，跟我的温度是有关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我要这跟温度的关系是什么呢？如果我要增加我的 performance， 我就要拉高我的 TH， 我要拉低我的 TL。 它之间差距越大的时候，那我的 efficiency 会越高。好，我的 efficiency 会越差距越大的时候，我的 efficiency 会越高。OK， 好，这是 reversible cycle 的结果，但是我们实际的 cycle 都是 irreversible 的。好，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结果来 imply actual cycle 时的状况，什么结果呢？当我设计一个真正的 cycle 的时候，如果我能够提高我加热的温度，这个是 heat addition 的温度，这是加热的温度，那这个是 heat rejection 的温度，这是 heat rejection 的温度，这是我排热的温度，这是我排热的温度。如果我能拉高我加热的温度，降低我排热的温度，我 efficiency 一样会上升。当然这个温度可能不是单一的温度，可能是一个平均温度，因为我加热的过程当中温度在上升，不是 constant，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 average 的 heat addition 温度，还有 average heat rejection 的温度，会决定我 actual cycle 的 efficiency。 那我上次也跟各位提过了，那在我们 engineering 这里面，那这两个温度都是有限制的。TH 来自于哪里？这个高温来自于你材料的强度，因为你的 working fluid 在你的 cycle 里面流动，所以你必须要有材料，必须要有一些 device 在里面，譬如讲你的 turbine， 你的 turbine 是产生功的地方，可是你 turbine 的叶片，turbine 的叶片能够承受多高的温度，所以那个 TH 呢基本上是被那个限制住了。然后 TC 呢也被限制住了， TC 因为它是 heat rejection 的温度，那对于我设计一个 power cycle 的而言，我 heat rejection 的温度最简单就是什么？大气。最简单就是什么？海洋、河流。所以大气的温度、海洋的温度、河流的温度，温度是固定的，所以你 TC 呢某种程度上是固定的。那有人讲说我可以用 refrigeration system 降低我的 TC， 提高我的效率，有用吗？没用。为什么？你要降低你的 TC 的话，你要做工，你才能把那个 heat sink 的温度给降低，因为你要把里面的热移掉，所以一般来讲呢，这个 TC 呢是受限于环境，TC 是受限于环境，所以
这个式子呢，事实上就是给我们设计上的一些参考哈，设计上的一些参考。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课本的一个例题哈。好，我们现在一个 power cycle operating between two thermal reservoirs receive energy QH by heat transfer from the hot reservoir at TH equal to 2000 degree K and reject energy QC by heat transfer to a cycle operates irreversibly or impossible 哈。所以这一题叫你干什么呢？我有三个 cycle。好，我有三个 cycle。好，那这三个 cycle 呢？一个是 reversible， 应该是 irreversible， 还有一个是 impossible。好，让我们来判定一下哈，其实这个非常的单纯哈，基本上就是刚刚那个式子的应用哈。我们先看哈，我们现在来看呢，我们 operate 在2000度 K 跟400度 K 之间哈，所以我的 maximum efficiency。或者我说我的 Carnot cycle efficiency 哈，等于什么呢？等于一减掉这个四百哈除以2000，等于什么呢？等于0.8。意思讲，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所有东西都是最理想的，所有的 process 都是 reversible 的，我的效率只能到80%，哈，不是100%。好，剩下还20%被谁吃掉了？消失了吗？没有，变成废热。废热从 hard reservoir 变成到 cold reservoir 去了哈。能量并没有不守恒哈，它是那个能量你不能用。OK， 那20%的能量你不能用哈，你没有办法用它。那再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办法用它？热力学第二定律不准你用。OK， 好，你没有办法用它。好，那我们知道它的 maximum efficiency 是 0.8， 那我们 A 这个 cycle 呢，它的 efficiency 呢是等于 60%， 好，是小于这个 80%， 所以代表说什么？我这是一个 irreversible cycle， 好，这是一个 irreversible cycle。OK， 那我们再看 B 哈。B 的时候呢，我们的 efficiency 呢是什么呢？因为它做工是850 K 焦，然后取热是1000 K 焦，然后它的 efficiency 呢是 85%。 OK， 那我的 efficiency 是大于 maximum， 可能吗？不可能哈，所以这样的 cycle 就不可能存在哈，这样的 cycle 是不可能存在。如果有一个发明家告诉你说他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哈，那你都知道一件事情，他在骗人。OK， 好，他在骗人哈。那我们再看 C 呢，是说 C 呢，我一样哈，我的 efficiency 呢等于一减掉 QC over QH 哈。那这个地方呢，我的这个一减掉我的 QH 是1000。QC 是200哈，所以我这算出来是多少？ 80% 正好等于 maximum， 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 reversible 哈，这是一个 reversible cycle 哈，这个是一个 reversible cycle 哈。我想这个呢非常的容易哈，给你一个判断。好，那我们现在再看另外一个，这是我自己写的一个东西哈。我现在要你做比较一件事情。 OK，我有两个 heat engine， 好，我有两个 heat engine， 好，那一个 heat engine 呢，它的这个拿了1000 K 焦的热，送了650 K 焦的功出去。另外一个 heat engine 呢，它拿了1000 K 焦的热，送了600 K 焦的功出去。OK， 好。那第一个 heat engine 呢，它 operate 的温度是2000度 K 到300度 K 之间。第二个呢是1000抱歉，这边写应该2400哈，2400到这个到300度 K 之间哈，2400到300度 K 之间。另外一个是1000度 K 到这个300度 K 之间哈。我现在问，哪一个 engine 效率高？毫无疑问，
左边这个高，因为它的效率65。OK， 右边这个60。我现在再问一个问题，哪一个设计比较好？哪一个设计比较好？因为它要发挥到它最大的潜力，就要设计好。好，1000K 胶不是它的潜力，因为1000K 胶里面有一部分是不能用的。OK， 你不能怪它，你为什么没用？好，所以在这个范围之下说，你请问一下，哪一个 design 是比较，哪一个 design 是比较好的？好，那我们来看我们左边这个 engine 哈，我的 efficiency 呢是650×1000，这个是0.65啊，65%。那我左边这个 engine 呢是这个600哈除以1000哈，是等于60%。OK。好，你现在是个工程师，你的老板跟你讲这两个你挑一个去改善，你改善出来就算你的绩效，你要挑哪一个？ OK， 你要挑哪一个？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你挑说 efficiency 差的那一个一定比较容易改善，我就挑它，那对吗？好，我们现在来看，那针对左边这个 cycle Carnot cycle，它如果是 maximum efficiency 或者 Carnot efficiency 的话，那它基本上是1×300×2400，所以它最好可以做到什么87.5%。那右边这个呢？右边这个呢？它最好可以做到什么呢？它最好可以1×300，好除以1000，好，它可以做到这个70%。开始有没有一点感觉了？好，你看着好的不见得容易改哦。OK，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件事情，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怎么样来决定它的好坏？我们说差的距离吗？那我左边这个 cycle 它跟我 Carnot cycle 差了这个22.5%， 好，右边差了 10%， 这是差距。那我们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看它，我们定义另外一个参数，我要先用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0.65×0.875，好，那这等于这个0.7428 ，OK， 好，那再来看呢，这边呢，我如果用同样的定义呢，这是0.6×0.7等于0.8571，好，所以我们看这两个数字，好，左边这个 cycle。好，左边这个 cycle 它只发挥了它的潜力的 74%， 右边这个 cycle 它发挥它潜力的 86%， 所以哪一个容易对付？左边。 OK， 因为它离它的理想的状态还有一段距离，距离更远。好，距离更远。好，所以我们说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用让我们来决定它的 best performance 是多少，然后可以决定说一个 actual cycle 的时候它离它的 best performance 还有多少。好，所以我这边定义出来一个新的参数，这个参数呢是有一个名字叫做 second law efficiency。 好，叫 second law efficiency。 好，我们后面会教，我们会教，我们前面介绍 turbine， 我们前面介绍 turbine， 我们前面介绍 compressor， 有没有听到 efficiency 这个字？没有，完全没有听到 efficiency 这个字。所以我们第六章完了之后，我们会介绍一个东西怎么样来算 turbine 跟 compressor 的 efficiency。 好，然后在后面还会再介绍那 turbine 跟 compressor 的 second law efficiency。 好，所以 first law efficiency 是根据什么？根据 energy balance， 简单的 energy balance。 second law efficiency 就导进了一个概念，说它是跟最佳状况之下的比对，那个叫 second law efficiency， 那个叫 second law efficiency。 OK， 那 second law efficiency 基本上是比较 realistic， 因为它考虑了它的什么限制，它考虑它的限制，什么限制呢？环境的限制。好，那如果我是左边这个 engine， 左边这个 engine， 我的这个状况就是比较好，我的 boundary condition 就是让我会有好的 performance。 好，你今天打篮球，一个200公分高的中锋跟一个180公分高的中锋，结果就不一样了。
OK， 好，因为它的环境不一样，它的条件不一样，好，所以 second law efficient 是什么？我在比较它的 performance 的时候，我有考虑它的条件，而不是单纯的看一个 energy balance 的一个 efficiency， 哈， energy balance 的 efficiency， 好。